早上起来去公园，一群大爷在晨练，大爷都不带我玩，说不是对我有成见，是因为我跟大爷大妈不在同一水平线。你让王者带着青铜王者肯定不情愿，他们能把身体荡起来就好像秋千，能让双脚都不沾地就好像修仙。给他一个单杠，他能在那里不停转圈，要是一直给他鼓励一转就是半天。大妈抓着扶手不停向上，左